爆破艺术大师蔡国强和好友陈文茜接受中天沈春华 Live Show 专访，这谈话内容非常的劲爆，因为陈文茜开玩笑说请他把摄影棚给炸了，但蔡国强他说不仅有媒体要他炸大楼，甚至有人邀他炸日本活 火山，还有艺术家朋友构想请他要把总统府给炸了。蔡国强他笑说确实有人邀他去炸总统府，不过讲到这儿他还强调说不是现任总统，是更早之前，是2000年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。